有风啊，没有风等伞的，对吧？没错。所以说没风的话呢，乘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不过现在呢，到处都是高楼林立啊，几乎呢已经是见不到居民在夏季露天乘凉了。其实也有啊，哎、嗯，我知道啊，有个叫欢乐坊的这个石库门老式里弄，哎，那儿的居民呢，到现在还保留着阿拉老桌子很风凉的习惯。没错。门子做得嘞，老头子啊，哎哎哎，老头子，今朝我烧个几只小菜，推动胃口嘞。侬烧的那个小菜，我扎扎不有味道。上那个蹄筋烧牛筋，对，好吃。我熬不动，我刚配胃口。老板嘛，老头子，这个我前世修来个福气啊。这个我下半辈子我为医生相许。是吧？老头子，现在没得人，没得人，抱歉抱歉。哎，老头子啊，我可能我年纪十三岁嘻嘻。不是十三的，我是讲老汤我跑。那么我年纪轻辰光没跑跑，现在也跑。现在跑更加有味道，晓得吧？对面都是跑，现在来得开心。哎呀，大师啊，嗯，佳怡啊，哎，你们今天这两个人乘风量比我来的还早嘛？这个，哎呀，石老师，哎，哎呀，我弄不懂，出来乘风量嘛，乘风量，我也读书啊。哎呦，他妈的！哎呦，古人云：“哎，富贵必从勤苦得，哦、男儿须读五车书，纸上得来中秋节，决知此事要躬行。”哎呦，那么我吃了放啥么子？我听不懂啊！怎么听懂了？我们倒蛮好啊。哎，裴老师，哎呀，侬再来一道吃点好吧？哎哎，侬去上一道来吃点吧。吃点呀！哎呀哎哎！哎哎问一下，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啊？哎，哪里妈呀，咋了？上次好像不是这个嘛。啊，好嘴。怎么了？我关照侬。嗯。趁人家事体不好做啊。哦。啊。现在我就猜现在。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是过去式。哦，那不要搞出来了。啊，知道了。哟，来坐。嗯。哎，这个怎么了？哎，阿姨弄好呀？阿罗子，侬看起来牙白没瞧？哦哟。哎，今朝做个大吃牙白。那哥哥哪能好意思的、啊、不要紧啊，不好意思的、啊、今朝我这个小菜烧得好哎、啊、哎来来味道还可以浓了衣服都吃哎没你讲那那那那浓了浓了五把浓吃哎哎哎是吧不要把他们吃了时间不够了大哥哎现在讲起来不大有哦这个省风量老师才是老早第一时期啊现在大家才是公房嘞对对对哟弄我这第一期呢这个属于老古董了吧？老古董。啊，搿个电视机在阿都没了，没有没了。哦，介老的电视机。早看这频道，就早看娱乐频道，那个就每个礼拜两好看。有有有。主要是光在玩的。哪个蛮好蛮好蛮好。老古董。这帮小人了，谁不懂的？哦，啥个叫省风量？省风量。徐老师，侬学问高，你讲的把他们听懂。OK， 省风量。其实啊，就是上海最早的一种市民休闲的方式。对对对，这个当年啊，不要太流行啊。乘风凉，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纳凉。翻译成英语，就叫 enjoying the cool。翻译成德文，老老老友，你太逗了，太逗了。就是啊，什么 enjoying the cool？ 我只晓得棉毛裤。我来啥子？啥个叫省风凉？哎，就是老早个石库门房子哦，条件差，嗯，房间小，嗯，里向像蒸笼一样，嗯。那么哪能办法呢？但是我提起的六点钟烧的稍微风凉了，到半夜上一天的还要风凉，哎，所以说阿拉这辰光呢，就搿能介叫省风凉。哦，吃饭再搬到阿头来吃，阿头来吃。也是阿里的。花点钱，买个空调，我就到你去问。哎呦，小姑娘，侬讲闲话口轻在的，买一只空调。老早的辰光，啥地方有个种空调？屋里有只电风扇就好的不得了嘞。上品了，不得了。上品嘞。这话了，哪个买过呢？叫什么娘？需要那个。那个档次啊，档次教一教，哎，对呀，掌握掌握，哎，那么弄个金丝，交通警示摆了旁边，弄根毛巾，把里向捏了搓搓一搓，咔一咔，两块了。哦，那么吃个小菜菜，油吞黄豆，油吞豆瓣，油吞桂圆，毛豆炒海鲜，哎呀，哎。
哎呦，对我一样刚才。结婚穿嘛？我老婆会穿毛的衣服。老的衣服毛，这个都。我穿的不得了。哎，这个老鸭子说的很对的啊。哎。徐老师这个说的也蛮好。但是呢，我作为潘老师呢，我稍微要补充两句啊。其实那个时候啊，在弄堂里吃饭，嗯，虽然条件很推班，但是我们对品质还是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萝卜干，一定要吃萧山的萝卜干。咸蛋知道吧？咸蛋。这个是普通话。咸蛋。敲出来要硫磺的，一定是高油盐的。哎呦，阿里上有点蛮慌啊！那么大家数了一道，哎，不管哪屋里向，阿拉屋里向，最好吃来就行。哎呦，哇，那屋里啥个小姐，我了嘛，让我去吃，我打嘎嘎。我这个上菜你是老爱吃吃，可能可以嘎嘎三五。我上你家屋里向过稳的了，一家一家送杯来吃。哦，那小朋友不香啊？没结果嘞。哎，滚铁圈，对，跳橡皮筋。橡皮筋吃的。哦，兄弟。哎，杨总，你的。做橡皮筋，当台子。洋洋默默，官兵都讲到烧房子。哎呦，洋洋来是呀，算啊，根本拿年轻男朋友也蛮残酷哦。这个话谈吧，又不要钞票啊，不要钞票。哪天我和老大夫那干好屁啊？不是你啥哎，我这是干好屁。在这个呀，我刚得了哪天啊？这个王峰刚表扬了，两个人一路哎，一路好像西北西要靠一个，后头没人了，后头没人了。来，像个春雷的呀！亚叔，那两个人最好嘞，阿拉上趟是娘舅的，阿七个朋友的，亚叔他人家小手一操，再帮人家车啊操过来，一开心啊，回到屋里向不开心了，真的，一只皮夹子把人家偷着了。开心不如了。哎，我再补充一下，关于这个。是陈风亮谈恋爱的事情啊，这是很浪漫的举动，但是男女双方情之所至，情不自禁进行下面空的时候要注意，有一种人特别讨厌。谁呀？这里带了一个袖章，手里拿了个电筒，你看他来了呢。啥人家我讨厌啊？所谓不良风气，我愿意一定要抓。哎，这个不露头两位朋友。别找哪只手表打扮打扮，你晓得了，我做不动好脑筋的。哎，子夜，不要，我在后头房间，哈哈，我不得了的，大庭广众向你空，我没帮侬过门啊，来，跟我到爬车中去，不要跑，爬车坐。哎呦，亚瑟，侬妈一在房间的话，不接住啊，坐住啊。我说侬讲，亚叔肯定老猪啊！哎，伊比较难一点，伊坐老贵。不敢。哎呀，我们这个话题啊，要丰富一点，不要老是圈在谈恋爱下面空上嘛。我们再谈谈电视机，谈一谈嘛。这电视机干嘛了？大人家屋里盖着电视机，吃瓜了。哎，这电视机。周围邻居通通轰到伊拉屋里去看。对。看个么子多了不得了。哎，是。哎，看我们开心。看有些。对，我顶回去那个浪斑斑斑斑浪楼斑斑斑，你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晓得哦，叫陈振峰啊，冯晨晨，冯晨晨，哎呀，冯晨晨有啥好看啦？我喜欢飞翔，哎呦，飞翔人也是长得高，面孔又漂亮，头发应该卷的，而且唱一把火。是吧？哎，你欢喜飞翔的时候从来没跟我讲过嘛。我做啥讲不侬听了？放在心里想啊。哎，两位不要吵吧。其实呢，你要看冯程程，你要看飞翔，今天我们这个电视里都有的，我们一起看看的。那看一下到底怎样？哎。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哟哦哟哟，你想这样不准是不接啊？魏老师啊，你这种闲话蛮多，好像能你这闲话了啊！我看到这种形象比我英俊的男人，我心里总有一包气啊。那你气蛮多的，你气吧，气到最后还没走嘞。你平时话没有这么多嘛，小姑娘，不要这样打击我。你们有的喜欢看电视，有的喜欢看明星，但是我却喜欢看广告。你说、哎，我记得我喜欢看那个广告里有这样的，好像烟雾。烟雾一起歌来一片情。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广告吗？晓得的，我知道的。这个是烟雾收音机是吧？对对对。这个里向有广告，好像是。哎，是的呀，这个广告。对对对对对。这里向有广告，就是讲这个百里香皂。嗯。百里香皂今年是二十，明年十八。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对对对对。我喜欢一句很老的一个广告，啊、说。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旁边要撇一句、哦、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嗯，哎呦，对，我让你晓得吃耳光，它亲嘴是一个味道。不是你那个鼻孔。不是不要我，不是我不要鼻孔呀，可是人家老早的高圆圆做的广告呀，一直打个这个这个打个党的广告呀，不是我鼻孔。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陈凤良弄发弄发又弄到下鼻孔上头来了。老杨说，你是说，哎，你还有什么广告是印象很深的？哎呀，我这个广告，这个他想也想不到，我跟这广告。就是三级装备讲错了啊，药水要开药吧，该马上拍了。哎呀，我酒一张花有啊，等到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呀，中广告谁吧，那中国个多少个接地气，对对对，是吧？亚叔啊，那不要讲了，讲血袋，是吧？前两天呢，哎，隔壁头，隔壁头韩师傅啊，就是因为呢，看了一眼眼新的消息，对吧？有啥个收旧货了啥？出事体嘞？是啥事体啊？我都想离婚嘞。哦哟，哎，我搞不懂了，不要讲这个危险哦。哪能会不危险？不会的，我打听过。对，哪能这事体嘞？要韩师傅啦，前两天回去打衣裳，打了一个男人的衣裳啦，打回来了，像一封情书。情书啊？怎么这封情书你开都蛮开心的呀？哎呦，知道不？这件事情是阿老头你亲自见到的吧？我操侬讲，我从小学来苦考来去，这桩事体是我。你谁说的？看不见，看没看见？我听人家讲的。哎呦，都是这句话，听人家讲的，听人家讲的。不是嘞，那我是听啥人讲的啦？我是听那隔壁头个小胖子讲的。这小胖子呢，也不是自家看见的，是听这个韩师傅那的阿三讲的。韩师傅那阿三哪不是讲？我知道吧？阿六头。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你这种叫什么？你这种叫散播谣言，散播流言蜚语，害人不浅。不是，我怎么觉得你家讲不中一口有一个音头了，不会的还讲不讲？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是的，因为我就是流言蜚语的受害者啊！我那听听嘛，一言难尽啊。
来来来来，哎呀，柯局委，哎，最近好像生意没帮着侬了，侬辣辣忙啥？不瞒大家讲，观众朋友们，最近我要搬厂了。总归有原因的了，为啥要搬厂呢？其实我搬了啥地方并不重要，关键看这个地方风气好。风气啊，像我老早住个地方，风气就不大好。哦，哎，老是有人辣辣背后头开挖侬，洗石头讲侬坏闲话，真的。是吧？哎，影响团结，影响关系，人生活了就不适宜，对吧？那么是啥人呢？侬过去侬啥人蛮多？当了电视机要咪讲嘛？阿拉隔壁头，哎，一个李家阿姨，一个张家姆妈，哎呦，搿个结棍啊！哦，搿两只嘴巴像海蛇一样，嘟嘟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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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等了背后头就讲，侬光搿能介讲，人家不了解的，对个。搿么老简单个，阿拉是滑稽戏语，如果演拨大家看看。哎，张家妈，哎，李家阿姨啊，张家妈，哎，哈哈哈哈哈哈，李家妈，哎，奶奶。那么阿拉今朝人文风凉呀，对不啦？问侬桩事体，侬讲侬讲，侬今朝夜饭哪能吃好了吗？哦哟，介热个天，老实讲，我一点胃口也没。我真的，我早饭吃好以后，我中饭、夜饭、夜宵我侪不想吃。哎呦，妈了个死老头子啊！你讲，人是菜，饭是干，因为一天不吃要饿得慌。哎，没办法，伊帮我烧了只盐拿手小菜。啥个菜？这个叫黄泥路拌米疙瘩。这个搭配好像蛮奇怪的，不得了个黄泥路拌拌米疙瘩，味道咸，太咸了，不得了。这我跟侬讲嘞，侬吃啥了？阿拉屋里吃了比那稍微好点，要得我点。阿拉屋里吃的是奶油蛋糕，哎，配八宝辣酱，哎，配八宝。侬这个倒是中西合璧的吃法，味道好吃。这大块头阿姨就是搿副腔调，啥事体嘛侪要砸我电影的。老实讲，我电影绝对砸过伊啊！阿拉林世民了不得了，侬不要扣我家庭妇女啊！哎呦，我林世民，哎呦，张个阿姨啊！哎，前两天，哎，前两天阿拉龙塘里新搬来家人家，啥人家？这个主人哦，好像砸大块头。哦，大块头。好像姓张，叫啥个小东？哎呦，张小东！哎，对对对，就叫张小东。张小东啊！哎呦，他老看上去这面孔哦，圆嘟嘟、方哒哒，好像马相好了不得了，老实个。人蛮老实个。哎呦，看上去老实呀！啊啊，实际上一头一个瓦斯。哎呦，侬不晓得，第一天进阿拉龙塘，行情要不那部奔驰三零零开进来，阿拉龙塘里出过这个难度，你自家车子下来也不一定进得来，你眼睛要开进来，那么我想你肯定有钞票了，没想到你车子是假的来的，哎呀，房子还是假的来的，通通假的来的，老婆还是假的来的，说实话，老婆还有地方假的，这电影哎，后头加热个天四十几度哦，不输得永迪，哪能啦？为啥不输得永晓得吧？为啥？因为底费到月底付不出，我喜欢干这个啊！这个前两天被想出办法来，啥个办法？你妄想是想，妄想是想，三百多斤的肉实在要捏出来了，吃不消了，你就拿这个屋里的小火苗啊，啪去接了外头这个轻轨的地西上，接了轻轨了。哎呦喂，我的乖乖啊！哎，屋里向个地，哎，接了轻轨了，接了轻轨。那人家轻轨开过的辰光，伊屋里向不要地震啊？地震倒没，上趟开过的辰光差眼戳地戳死。抽地也不好，搿个样子。哎呦，房租你要面孔啊？哎，快快来唱我去喏！真的是，搿是哪能搿种事体也做得出？我是谁晓得个？晓得吧？张学东不要猜疑哦，我当把搿种人不要猜，搞得。哎，好，抽地，好嘞，要面孔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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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哎，李家阿姨啊，哎，侬不要接了讲人家张学东，哦，对不啦？搿种还属于小事体呀。是吧？哎呀，阿拉龙塘里向还有一个人，还要吓人嘞！哎，有 A B 也吓人。哎呀，前两天隔壁龙塘搬进来的。隔壁龙塘啥？新潘。小潘啥？我忘记了嘞。我忘记了，忘记了，算了。不过伊有只菜号。菜号叫啥？这菜号全龙塘的人通通侪晓得个。叫啥？三个字啊，面毛哥。哎，哪晓得个啊？哎，哪晓得？那个阿姨就是死了隔壁龙塘的。不呀，我听说面貌口对了，老婆蛮好，你蛮老实的，其实。是吧？哎，好啊好啊。其实是刚刚的呀。他老阿头胡杀杀，伊拉老婆不晓得。哎呀，阿头胡杀杀个还是小事体嘞。是吧？只要搿个领口啊。哦，抠到啥个程度哦？抠到啥程度呗？你穿棉毛裤，一年四季发条的，好奇怪，你只有一条棉毛裤，也好穿三年呀？哎呦喂，三年穿下来啊！三年穿下来，这个味道吃不消哎！哎，非得这个样子啊！哦，你外加伊发脱脱个，哎呀，哪怕经过四十几度的天。你搿条棉毛裤就一直穿了啦！阿刚，我不相信有搿种人，真的呀！搿几度会得勿脱啊？不可能啊！你真的呀？阿刚，侬不相信对伐？不相信！我跟侬讲嘞，哎呀，你搿条棉毛裤非但发达，哦，你就算坏脱，哎，也发脱下来补啊！
直接打点浆糊。侬是用浆糊啊？所以讲，伊辰光一长了，搿条眉毛可以脱下来，像太阳头里梳梳。哎，摆辣小花园里，哎，直接就立辣海了，像只雕塑一样的。哎呦喂啊，哈达林一样的。好好好，那就听懂了。嗯，好，开哇开哇。大姐，哎呦，我讲啊，我讲做人要讲公德，要讲老实话。侬这老太婆最不得调，要喜欢了侬讲我啊！侬晓得潘金莲啥呢？啥呢呀？潘金莲眉毛裤啥呢？啥呢呀？潘金莲眉毛裤是我阿丈，我还是不晓得，这个一年折了不得啊！啊，一年不大，啊，一年不大还是眉毛裤啦？两趟一年打一趟，搞啥么子啊？这个过去了嘛，被雕琢了黑钢。阳光晒得八度一晒，眉毛裤胡子侪晒脱了，侬晓得吧？侬开话，我不是讲句老实话，真的是潘金莲的亲眷啊！是我外甥，我听说讲伊拉一家门眉毛裤一年四季通通侪晒了海个。这怕侬不真噶？侬有本事现在撩起来看看。撩有吧？不撩。哎呦！我啥？我把侬讲了，侬这把死老太婆，侬讲出来我人家啥人会得相信侬？侬刚才讲人家张晓东，侬晓得吗？张晓东哪？张晓东也是阿拉亲眷的。张晓东是啥人啊？是阿拉侄子哎。哟，侬晓得吧？人家张晓东多少老子啊？把侬讲啊，讲人家偷地，人家地不偷哎，对不啦？人家顶多偷点屎嘛，顶多来对不啦？我把侬讲，阿拉从龙堂里，阿拉从龙堂就把侬从丑老太婆搞歪去。嘿，阿拉这条龙堂里。就是把侬搿种死老太婆弄死脱个，我帮侬讲，我帮侬讲，侬搿只丑嘴巴，阿拉整个龙堂里啥人不晓得？哎呦，侬迭个人坏良心，阿拉全上海啥人不清桑？哎呦，气死我了！哎呀，侬丑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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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难比拍屁股嘞。上一个零零四七要五目相。这个是正能量，哎，千万不要刚刚就是这种流言蜚语。对呀，对呀，这段子，不要说，不要徐阿姨来了，吃西瓜，吃西瓜，哎，哪条我吃哪，老师，我怕都吃多了。哎呀哎呀，我怎么？爷叔，阿拉下趟买啥不能细心到吃？我讲给侬听，这个西瓜能吃上，才是阿骨头。那好了的，这个老头是侬忘记的，阿拉老头是教我的。啊，屋里向没冰箱啊，那么我这个西瓜是摆了在井里向，上头弄只网线来，哎，钓了海，我钓是四个钟头。那么现在弄出来，那婆婆看，品种不一样。哎呀，让我来尝试一下这个从井里钓上来的西瓜是什么味道。我是做人民教师的，我比较含蓄啊。我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哎呦，甜的不得了，一下子甜到我的心里哦。西瓜姑姑把酒，那你到这些了吧？而且硬了硬了。甜的不得了。哎呀，我要西瓜吃不下，我要爽的不得了。大概这个就叫西瓜伤。哎，我看到个西瓜呀。嗯。上天。咋的？天。阿拉女朋友脑子打牢了，哈哈哈小姑娘养养好，马上。不是到底什么事啦？快，不要笑嘞！那个事情啊，哎呦，你们自己去看嘛，就晓得嘞。啊？啥事情啦？这男人真的是哦，叫伊到超市里买红糖，买到现在没回来，真的是。哦哟，我卤素汤也烧不里去了，来等你回来，饭没来了又要洗衣服呢。不晓得，刚刚老公吓死他了。侬要吓死我了，啥事啊？侬坐来讲。哎，刚刚侬不是叫我去买根红肠的吗？对呀。我买好刚刚一根红肠。哎。我刚刚进小区哦，辣么上头哦，前头有一样么子哦，盯牢我看。什么呢？一只狗。这多少？我听侬讲，搿只狗肚子大得了不得了，要干。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啊，那个斗心里像吊针的，像金刚铃一样的粗的干个么子，像狗圈一样。哎呦，我吓死他嘞！我一定要侬看，搿么哪能呢？哪一只狗，拉起来就把我身上像跑上来呀！咬着啦！哎呦，我倒没咬着，就在跟红肠被拖了跑了。我没啦！哎，刚刚还回来做啥啦？搿路。
中堂就没事了。这女人，我等了外头八只狗跟人家盯牢子，伊就关心跟红尘一样啊。搿帮我旁边搿只狗，搿是旁边有主人辣盖勿啦？是寻了伊啊？我也想寻着伊了呀。还有我寻来寻去，重新发现哦，我寻伊哦，我勿晓得哦，搿主人勿晓得跑到啥地方去了。假使拨我晓得闲话，我要好好叫去寻着伊来。搿是侬先吃饭好伐？吃好饭我同侬一道去寻，好去派出所报案。好啊。来寻出来。走，好。哎，老婆，侬拿来包门是啥天啊？那侬吃饭，我去倒垃圾啊。不，侬搿能介样子，不上因为楼下头看到，要骂阿拉三门的呀。哟，侬个男人真的是个，像我搿种人家几十多少个，到我去从来没人总部讲我跟侬讲，像我搿种人倒垃圾哦，我用个三两一整天啊。阿拉老婆讲啊，不可能中奖，啥地方啥天？好像有人中奖了。哎呦，搿些巧好像有。哎呦，不对，好像门口里有声音嘛！哎呦，你看来了啊！我是来干什么？哎呀，那看你在跟宋慧小样子嘛！哎呦，这网上了啊！我把彩票从来没中过奖，跑了我就为了中头奖了。侬看，一天歇歇把个衣裳弄得了像啥么子？像一包油一样的。那西瓜皮在桌上里向。不对，老爸，我好像刚刚。李霞有情况，我来了，老杨。呀啊，快讲呀！开门啊！哎呀，你女人咋？我给你打个报告。嗨！那谁是女人还是女兵啊？阿哥，侬到阿拉屋里向来做啥？没做啥。啊，我问侬。这包垃圾是哪屋里丢下来的吧？不是阿拉丢的，这位。哎，什么鬼门啊？出来！什么东西？我就跟那个解决了。不是我喊呀，我真气的，你本事没个真的。开门了，我跟奶奶。我让我家比媳妇啊。呀，说奶奶。我问侬啊，哎，这包垃圾哪屋里丢下来吧？里向铺衣裳、西瓜皮、吃上屋里的菜那个酱油汤的交关的。亚叔。就是讲啊，现在人家讲闲话啊，稍微出点话。哎，侬何里个证据好证明搿包垃圾是我丢脱去啊？我跟侬讲，我看过了，搿条线把你丢下来，我一家家跑过，三楼四楼没人，只有那五楼。好，三楼四楼没人是吧？哎，搿万代表屋里向真的没人，有可能人家屋里向也辣盖勿敢开门呢，对伐？是呀。哎，侬再讲了，阿拉屋里向是五楼，哎，一栋楼。有老人楼嘞，老人我没去过嘞，没去过，哎，不是，我看这角度应该是哪屋里呀？不是，老人，侬先楼上问问看呀，真的是，不要搞轻易噻，好吧？好，我先跟侬讲，我到楼上再去看看。哎呀，老爸，你就讲得好，你刚刚是男主外，女主内，你是内外通吃一条龙。对了，真的是像我这种女的出去哦。不光我啰嗦，真的就是讲呀，道理也没了。我觉得标标正正一大吃了。我再讲讲看。吃来。王丽丽，了还吗？你哪能晓得我名叫王丽丽啊？老婆有可能是落雷，干人家光背听啊。王丽丽，我是帮侬讲，和我刚刚一样，要身不由的，身不由，伊就不会得打了外路数了。谢谢。哎，我吃的。侬尝。要拿眼阳光出来。身不由。哇哩哩了，害怕了。亚叔，侬寻啥人啊？我不跟侬讲，我看到了我都眼面前会得冒五角星。我要寻王丽丽，我要寻王丽丽。你要寻王丽丽？对。不允许。不允许，因为王丽丽是我老婆。侬这份样子的人还要讨老婆啊？当时辰光呢，伊也觉得伊眼睛戳瞎他了。我跟侬讲，叫咱老婆王丽丽来，我要王丽丽。侬再搿能介样子，我要对侬不客气了，我会得武功哦。嘿！侬吓伐？不吓。老婆一把喝大都白了呀！哎，作为那个阳刚之气，不是呀，老婆，侬看呀，侬过去看呀，伊不对呀，伊这动作啥动作？伊在那摸台台，说不定台台一下又再不跟人家样子。来，侬叫王丽丽不啦？对呀，奶奶。我问侬，这只专家是侬的吧？少来了一
跑，我屋里向我多少么子不晓得，只有讲不在屋里向的，为了学我。不是在屋里啊，那个里向长刺呢，下了老多两个字啊，这字嘛下得像哈图一样的。献给我心爱的老婆王丽丽，祝生日快乐，老公。丁丁的，咋的？搿搭里向真的有一只架子，随后呢？哎，写了交关闲话，刚送给我最心爱的老婆王丽丽啊！对呀、啊，都没弄清我怎么这个老婆，可是架子是阿拉屋里向的呀。怎么了？老婆，侬晓得吧？其实过两天就是侬的生日，我想帮侬庆祝生日，帮侬买了搿能介一只架子，所以我想拨侬一个 surprise， 先不讲拨侬听，又怕侬要舍得，所以我就拿伊藏了我已经老久的衣裳里向了。这里向我就还给张外头，是不是这里向 ？Yes。哟西啊，搿里向我看到一放慢了，我想听到这些，我就属于我要拉去那里向了。怎么？是不是我们门上？你看了？两看了半。啊，这个门子呢，我碰了。哎，侬先进来好吧？哎，不好意思，侬进来坐嘛。哎呀，进来进来。对。不好意思啊，侬贵姓啊？米贵，我姓邵。邵师傅，是我是我邵师傅，是我是我。我蛮好姓邵，不啦邵师傅，叫这样曹师傅呀。师傅啊，有老娘啊，不好意思啊。其实搿包垃圾真的是我自家亲自倒出去的，是侬倒出去了吧？其实搿只架子真的是我送把了老婆的，肯定是我啊！不好意思哦。我要讲搿那个老公倒蛮有爱心的，勿要看只手脚头一直翘辣海，人倒了错啊！哎，勿要倒啦，下趟啦，真的勿要从上头高空抛物，晓得伐？老危险，侬个脚还好倒了我，但倒了我头顶心高头。对，你让我出来，老公你要坦白。不要想想着，哎呦，那老公身上个香。送到这一趟就好，我吃不消。侬放心好，客人记牢今朝个教训了。我下来屋里向个垃圾，我亲自开车子送到环卫局里向去得得一个，侬放心好嘞。那用不着，你装垃圾桶里。就是讲，侬放心好嘞。从今以后，阿拉再也不往上头往下头倒垃圾，好，真要倒，阿拉从下头往高头倒。对，阿不来塞，不来塞。好，高空不抛物，文明养宠物，双方两代邻居。假使早点互相之间了解，就不会都发生搿种事情了。对呀，对呀，讲有道理。哎呀，不好了，这五官到了，快点调台。不是你要看什么？我看四大名字。哎呦，你要不四大名字了，我别让我看到老在欺负了。哎，老鸭子，哎，这个就是你不对了，对不对？《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个都应该看。西游记哎。刚才我有这眼红文，我倒不一看了。我什么四大名字哎？你是不是？怎么还珠格格啦，西游记啦，还有两个字我长不出来，不是一个叫新白娘子传奇，西土一个西一个土一个瓦，甄嬛，哎，甄嬛，哎呀，甄嬛，他一个西一个土一个瓦，你都念出来了，甄字一啊，我们他对了，我当时母路是错了，西土瓦，凭良心嘛，刚到搿几部电视剧对不啦？每年夏天的辰光，现在有辰光你发生风凉了，哎，蹲辣屋里向是就欢喜看搿，顶起我搿几部小房子600多，比来有，哎，那你不觉得你不晕呀？因为里向有个厂嘞。那么李阿姨啊，我打侬去搿个西游记里向白想想去了，去啦，西游记里向去白想想啊，哎，去吧。好呀，老头子阿拉一道去了吧？西游记里向火焰山，火焰山，哎对呀，阿拉一道去好了。小姑娘，我关照侬，人家年纪大了，侬莫骗人家，侬哪能好带人家到西游记里向去看呢？我这个武装啥子？可是西游记么老快，一个钟头来回么就到了呀。你非但前面笑得刺头刮脑，现在又有狂想症。西游记是一篇古典名著，就是啊，是人家古人编的，是世界上是没有的。你们这帮人真的是也不读书，不看报，不看外面的网络世界，你们都不晓得的。不跟你们讲这种的，有理的嘞。我打个电话，我叫我表哥。我表哥比你们厉害多了，我跟你讲。你有表哥啊？有表哥啊？你他有表哥，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嘛？我晓得比你多嘞。你不要胡说了。喂，哦，大表哥啊，哦不啊啊，哎你过来一趟，对对对，他们，我跟你说好，我要去西游记，他们都不相信的。
你快点过来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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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哎呀，我想到那声音妹妹，这个就是你表哥啊？干表哥啊？出毛病了？这个怎么和刚刚家政你相互靠这个朋友一样的？这个是喝酒喝的。你看啊，我们家里有三兄弟。哎，你是二表。你们家里面的兄弟做的行当都很接地气的啊。对对对。他们这帮人真的是没长过见识，都没有去过西游记。对，西游记怎么可以玩的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这是连见识都没有，那么交流的嘛？晓得好吧？伊拉不相信，我不答伊拉去，我就答侬，答到去。好，结婚洗干了啊，我去洗碗。哎哎哎，好好叫体会。不是，我发现这个表哥有点娘娘腔的。你说话就说话，你这个手指敲不敲不干什么了？兄弟，你怎么干出去了？结婚帮伊拉干活了。阿拉到西游记去，你有首指令歌。你挑着担，哎呦呦呦，我牵着马，迎来了。